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同修，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刚刚提到了，在父子关系当中要言而有信，而且这个信啊，还有信义的意思，有本分，有职责在里面。虽然这些本分职责啊没有付诸承诺，但是啊却是常常啊放在心上，时刻不忘，时刻想着啊要尽孝子的职责，在师生关系上亦是如此。老师要言而有信，对学生啊也希望呢能够成就他。那学生对老师啊也是念念不忘恩德。再来，君臣关系，也就是现代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那当然，领导者的言语啊一定要守信，所谓君无戏言，假如领导者不守信啊，那影响的面啊就很大，所有的臣民员工啊会不幸福，到最后啊整个风气啊就会败上下来。那除了言而有信之外，君者啊有君的本分跟道义，臣啊也有他的本分道义。所以假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那就会啊天下大乱。那当领导者啊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本分？最重要的啊要当人民的好榜样，要以人民的生活幸福啊为努力的方向，而绝对不是啊以个人的享乐啊为一个目标。那为什么孔老夫子啊时时呢都会在他的言谈当中啊谈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谈论到当时候的圣王，当时候的社会现象，夫子是非常的向往。那我们也可以从史书当中去了解到为什么这些圣王啊值得我们学习效法。在史上啊记载着，尧帝有一天走在路上，看到了两个人民啊犯罪啊被抓起来。尧帝看了之后心里很着急啊，我的人民啊怎么被关啊犯法了。他赶快啊趋前去把事情啊了解清楚。结果一问之下，是因为他们偷了人家的东西。尧帝接着就问了，你们为什么要偷人家东西？这两个犯人就说，因为啊上天久旱不雨，所以啊我们家里面啊已经没有东西吃了，不得已啊才偷人家东西。尧帝听完啊很难受，他就对这些押解的士兵说，他说你把他们两个放了，把我啊抓起来。当场啊每一个人都很惊讶，怎么可以把君王抓起来？尧帝就说了，我犯了两大过失，第一个啊因为我没有德行，所以才啊招感来啊上天久旱不雨，第二个错啊是我没有把我的人民教好，他们才会啊偷人家东西。所以尧帝至诚的反省忏悔啊，这一颗真诚心啊当场呢天地都动容啊，马上啊乌云就
弥漫啊整个天空，降下甘露。所以感应啊，确确实实不可思议，依报随着正报转。尤其啊，假如我们是一家之长，一个企业之主，一个国之领导人，我们的一言一行啊，影响的面都很大。当领导者当了榜样啊，整个是万民学习。所以当万民都能够遵从，都能够效法，整个人心的转变啊，就会非常快速。人心一变，所有赶来的境界就变了。所以人心善就能够国泰民安，人心恶啊就灾祸连连。所以当家庭不好，公司不好，谁应该啊负最大的责任呢？领导者应该负最大的责任，因为他的影响面呢最大。而这一些圣王啊，都能深刻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时时反省自己。所以商汤他的洗脸盆里面啊，就写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时时提醒自己不可以懈怠，要当啊臣民的榜样。商汤也说到啊，万方有罪啊，罪在正宫。他觉得呢，所有的不好啊，他都要负最大责任，因为他是一国之主，因为啊，所有人民的教育啊，也都是他在推动。所以，当一个领导者有这样反省的态度，有这样爱民的一种存心呢、啊，相信一定会赢得底下人民员工啊对他的爱戴。所以孟子啊有一段话非常有味道。孟夫子说道啊，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父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提到啊，领导者啊对下属的态度，假如把他当作手足一样爱戴，那下属啊一定会把上司啊当心腹一样的爱护拥戴。但是领导者假如视这一些底下的员工啊就好像犬马一样，需要的时候呢就把他劳动，只把他当作工具用，那下属会把他当什么？就当一般的人民国人一样，没什么交情。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员工下班的时候连多一秒啊都不肯坐，马上好了，时间到了我要走了，你假如还要叫我坐的话就要怎么样，加班费。因为啊上司把他当工具，他对上司当然没有恩德，斤斤计较。最后，君之视臣如土芥，
我们呢，因为有钱啊，摆阔，不把下属当人看，不尊重他，他的内心啊会很不满。日积月累啊，把上司当什么？当仇人一样看。啊，所以我们认识一个人啊，他也提到，他跟下属处得不好，他是开餐厅的。后来啊，下属在餐厅里面啊放东西啊，搞得他生意啊做不下去啊，关掉了。所以绝对不要搞成这样。所以当我们理解到啊孟子这一段教诲，就要当领导者没有把组织带好，就要行有不得啊，反求诸己。当你这个态度一转变呢，一定会让下属很惊讶，这样呢，风气就会为之大变。好，所以领导者要做榜样，要时时反省自己。那领导人除了德行很重要，还要啊会用人，不然呢，一个人会忙死，忙东忙西。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统帅啊是艾森豪将军。艾森豪将军呢、啊，还有时候啊会去打高尔夫球，他只管四个人：陆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空军总司令，还有一个参谋总长，管四个人。那为什么有时候还要去打高尔夫球？不是贪玩啊，最重要啊，时时让心情怎么样？冷静放松，冷静放松啊，就有智慧啊，才不会下错判断。假如一个领导者每一天从头忙到尾，心是什么？散乱。纵使他再努力啊，假如决策错了，也会搞得一团糟啊。所以用人啊也是一个关键。那日本的企业界、啊、有一个法宝，就是如何能够真正选到好的主管。什么法宝呢？就是你今天假如这一个主管的位置有好几个人啊可以来争取，那领导者就可以怎么判断呢？先啊了解他们每一个人有没有孝顺父母。假如呢这个标准衡量下去哦，只剩下两个，那你继续看有没有照顾妻子儿女。这样从他的德行做人一看啊，就会一目了然。所以中国人说忠臣出于啊孝子之门，因为有孝心啊，人生才有道义，才有恩义，这样的人啊才能用。所以用人为德，不能只看啊才华。那民国初年有一个书法家叫林散之，日本人对他很尊敬，尊他为当代草圣。日本人啊看了他的字啊很尊敬，到了中国来啊还会到他们家的门前啊给他深深啊一鞠躬。这一位书法家就提到，有德有才，好，你用的这个人啊有德有才，他会爱财；无德有才，他会忌财；有德无才，他会用财；无德无才，他会毁财。
所以这个四个标准呢，可以提供我们往后用人的一个方法。我们看一下，一个人有德有才啊，他一定会啊，很希望啊，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人啊，能够有好的能力来造福团体，造福社会，所以他会爱财。那没有德有才啊，他会嫉妒有能力有才华的人，有德行的人，他会嫉妒。所以历史上这个例子多不多？多啊，你看都祸国殃民的都是无德有才，就嫉妒别人啊，要置人于死地。所以我们看到在南宋时候，秦桧啊，秦桧读的书多不多啊？多啊。所以现在有一个说法说，书读越多越好，这样对不对？有待商榷啊。书读得多而没有德啊，他会拿着这些学问啊去炫耀，拿着这些学问啊去卖弄，去搞手段啊，那就麻烦了。所以你看秦桧害死了大忠臣岳飞啊，可是啊秦桧也没有好下场。所以我有一次啊翻开《菜根谭》，第一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第一句话说到：“弄权一时啊，凄凉万古。”确实啊，当一个人有地位的时候，绝对不是拿着这个地位啊去享乐啊，去弄权啊。当有这个名、有这个地位的时候，它同时代表着责任，代表着义务啊。我们应该更珍惜这个地位，造福于人，造福于民，不然呢、啊、福报花完了就会凄凉万古。到哪里凄凉啊？到哪里去了？这个影响面越大，果报越惨烈。所以我们去岳飞庙啊，也看到呢有两个人啊跪在那里，已经跪了多久了？很久了。不止跪在那里啊，旁边还有很多口水，还有那在那里啊长久被人家唾弃。不过这样也好，勤快的罪业啊也快消完了。他同时在那里表法，应该也有无量的什么功德在。好，那我们去参观越王庙啊，岳飞的军队啊非常有纪律，其中有提到两句话：动死不拆屋啊，饿死不掳掠。他的军队规定啊，纵使啊人死了也不可以动老百姓的屋子，纵使饿死了也不能抢老百姓的食物。所以有他这样的领导者啊，难怪军队啊这么样的有纪律啊，这么强盛，这个都不是啊偶然的。好，所以啊，假如是无德之人，纵有才华不可大用。再来，有德无才，他做人呢、啊、很谦卑，对人呢很恭敬，但是呢才华不算是很突出。这样的人，你用他，他因为有德，他会记住啊，我要把事情办好，受人之托啊，忠人之事，那他就会尽心尽力啊去举才，所以他一定会用才。最后啦，无德无才啊，那他看到人才啊，绝对的话要把他消灭掉，就会毁才。我们看到秦国时候啊，这个李斯啊，因为嫉妒了韩非子的才华，
所以设计陷害了韩非子，害死他。不止害死了韩非子，李斯啊还建议秦始皇啊焚书坑儒，所以这个嫉妒心啊确确实实啊会造极大罪业，果报万劫不复啊。所以为什么佛陀要教诫我们要随喜功德，要称赞如来？确实啊，因为这个嫉妒是一个修行的大障碍。所以李斯啊造作了这么大的罪业，他的果报啊也很凄惨，他的孩子啊跟他一起啊到了刑场啊腰斩东市，从腰部啊斩首啊，那个处死。好，好，这个是让我们理解到用人啊一定要重视他的德行。好，那只要为人君者能够时时反省自己，能够时时啊造福于民，又懂得用好人才，那他的工作啊一定会推展得很顺利。那为人臣子应该啊有什么样的本分义务？俗话也常讲，受人之托啊要忠人之事。所以为人部署啊要尽忠职守，要把工作做好。那当领导人有过失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啊直言不讳，要劝诫。那现在人敢不敢劝主管呢？敢不敢？为什么不敢？这个值得我们思考。因为这些部署啊，比方说在政府机关，这个长官啊有时候会调来调去，他不知道要把宝啊压在哪一个主管身上。假如呢压在这个主管身上，后来他调走了，我们可能怎么样？这个成本都付诸一炬。所以啊现在都比较偏向啊讨好主管，反而忘了要对主管的一些做法给予一些建议，一些提醒。所以因为怕得罪主管，就不敢谏言，又生怕一朝天子啊一朝臣，所以每天在患得患失当中，这样日子好不好过啊？不好过。像这样的朋友啊，你一定要拿一本书送给他，叫做《了凡四训》。命里有时啊，终须有，不是这样啊，去攀引，这样去阿谀谄媚啊，可以获得的。而且说实在话，当我们能够真正啊，去给长官谏言，当我们啊，时时是想着把工作做好，而不是要去啊讨好哪一个主管。因为啊我们在政府机关工作，就是要为啊人民负责，而不是为某一个主管负责。而当我们越尽心尽力啊把自己的工作办好，无形当中啊积了福分，无形当中啊能力怎么样也提升上来。所以能够用巴结谄媚啊而让你让那个主管啊对你喜好的这一些主管，他能不能做长久啊？保证啊做没多久就怎么样垮下来了。所以你到时候那一些投资啊也没有用。可是因为你啊时时尽自己本分，有福又有慧，又有做事能力的提升，当真正好的上司主管来了，他要用谁啊？用谁啊？当然用你啦。
所以《中庸》里面有提到啊，君子居易以事命，君子绝不攀求，绝不攀援，但是啊，充实自己，时时啊等待机会去造福于民，而小人行险以侥幸，小人只想着利益自己，抓一些啊比较快速的机会，但是往往啊侥幸的心理啊都会啊做出一些啊不顺道义的事情出来，到最后啊福也报销了，能力啊也耗在哪里，耗在讨好上，而没有在工作能力上。好，所以臣子要时时想着自己的本分，而不是自己的功名利禄而已。那在东南亚经济风暴当中啊，我们也看到很多员工啊，一两个月拿不到钱，就把工厂怎么样围起来，不让它正常运作。诸位同学，这样的做法好不好？其实我们冷静来看呢，现在人啊，因为没有得到圣贤教诲啊，做事没有理智，都是寻什么做啊？情绪啊，意气用事，搞下来的结果都是啊，两败俱伤。所以把它封起来了，这个老板呢，也没有办法正常运作，也没收入了。那公司只有倒啊，危机也处理不了。那倒了以后，员工有没有工作？也没工作。那当时呢，我们就在思考，这家公司啊，也二三十年了。那在这二三十年来啊，这一些老的员工，为什么能够有稳定的生活？为什么他的孩子能够念书也是一帆风顺？是因为他家里有稳定的经济收入。那为什么有稳定的经济收入？除了自己的努力以外啊，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啊，是老板给了他这一个工作机会。那这二三十年来，老板的恩德啊，有没有放在心上？人不念恩啊，忘恩负义啊，是最折自己的福报的。很多人心里会想啊，那老板领的比我多啊，我领的少啊。其实啊，一个人把自己工作做好啊，回到家里呢，都可以睡一个好觉啊。那老板呢，领导者呢，他还要时时想着为整个团体啊谋长远的发展。那很多经济出现状况的时候，谁去张罗啊？都是这些老板。所以他为公司所操的心啊，远远在啊员工之上太多了。因为我父亲在银行上班，所以他很清楚，常常银行要关门以前啊，都是这一些老板啊急急忙忙啊在那里奔波。所以这个恩啊不能忘。当我们能念恩的时候，这个君臣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呢、啊，才能够化解一些冲突跟障碍。所以同样是东南亚经济风暴，我们却在啊韩国的报道里面看到不一样的场面。韩国的员工啊，拿着自己的钱呢、啊，去跟老板讲：“你不能倒，你倒了，几百个人、几千个人家庭都有问题，所以我们的钱先借给你，让公司能够啊逃过这一劫。”诸位同修啊，韩国人为什么有这样的
道义啊，跟谁学的？所以韩国人啊，现在啊，学中国文化是从小学一年级啊，念到大学，都有啊非常扎实的课程设计。诸位同修在手册上里面呢、啊，也有这样的报道。韩国人呢、啊，非常尊敬至圣先师孔老夫子，所以他们也确实落实啊君臣有义。而日本人呢、啊，他们也学得不错。你看，当他们对领导者、对公司有意见呢、啊，他们并没有罢工，在头上啊绑白布条，写着抗议，啊，继续呢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那老板一走进来，看到哇，这么多人有不满，他赶快啊召集主管来商量，来做了解、做沟通。当领导者有改进，有为底下员工设想的这一份心，当然就会化解冲突，就能够啊和乐融融。所以我们当臣子啊，也要谨记恩德，谨记本分。而为人臣当中啊，有一个德行啊相当重要，就是要廉洁。廉啊是政之本，整个政治能不能安定，能不能长治久安呢？端看这一个国家的长官官员啊有没有廉洁。相同的，一个公司里面呢、啊，能不能够啊维系的很好，发展的很好，也跟员工有没有廉洁的心息息相关。那廉洁啊要怎么样培养？他欲望已经起来了，再培养来不来得及啊，就很困难。所以啊，以后我们的孩子要很有出息啊，就要养他的孝心，养他的廉洁之心，他就会啊得到长者的信任跟爱戴。在明朝有一个忠臣叫海瑞，因为我在海口做事，海口最有名的忠臣之一啊就是海瑞。他最有名的一个戏剧啊叫海瑞罢官，他为官非常清廉，只要啊他去的地方还没有报到啊，当地的这一些豪强、这一些贪官污吏哈、啊，都自己先跑路，因为他知道海瑞来一定会啊好好啊整顿他们，所以他去治理的地方啊，人民都非常的爱戴他。当时候我走到海瑞墓啊去参观，一走进去啊，看到第一幅字啊给我很深的印象。海瑞写着粉身碎骨全不顾啊，只留清白在人间呢。所以这些圣哲人啊，把德行啊时时刻刻啊放在心上，希望造福于民，希望能垂范后世，这样才对得起圣贤教诲。接着我们又去参观了海瑞的一生，刚好在一幅画当中，这一幅画是画着海瑞家里面的景象。而海瑞家一进门啊，挂了两一幅字，
上面写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诸位同修，这一句是哪一位圣哲的名言呢？范仲淹。范仲淹时时想着，当我在朝廷之上念念不忘给人民带来福祉，当我被贬到比较远的地方他还是时时不忘国君，时时不忘国家的命运。所以范仲淹已经去世了，但是他的精神不只影响了他的家人，还影响了往后世世代代的读书人。所以我们读圣贤的教诲应该抱持着就像中庸里面说的，动而视为天下法，行而视为动而视为天下道，行而视为天下法，言而视为天下者。应该谨言慎行，让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能够造福家庭，造福社会国家。当我们是这样存心就跟圣贤人的存心一样。而我们这样存心我们每每打开这些经典就会觉得格外相应。所以学习中国文化不在时间的长短，而在我们的存心跟圣贤人的距离是近还是远，这个更重要。海瑞后来因为朝廷知道他的忠诚，很老的时候还把他启用到南京当官，后来病逝在南京。走的时候，因为古代都要落叶归根，就把他运回海南来。在这个运送过程整个南京城万人空巷，如上考妣，这些人民就好像死了自己的父母一样很伤心都送着海瑞回去。所以从海瑞的事件当中，我们也体会到只要真正用心爱人民，一定会得到人民的爱戴。而中国文化就是教导我们要用道德去立身，要道德去化人。那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在这100多年来反而被忽略，甚至于被破坏？诸位同学，为什么？原因在哪里？这个是对文化了解不够，这是第一点。很多同修就讲了，中国文化怎么这么，假如这么好，那为什么清朝末年这么腐败？这样的说法都是似是而非。所以我们看一件事绝对不能断章取义，一定要看整体。从这几百年来看，我们也看到清朝有盛有衰，而且它的盛世也维持相当的久，100多年。就在康熙、雍正、乾隆时代这是盛世。那这一段时间为什么会盛？原因在哪？
从康熙那时候开始，宫廷里面啊，每天都讲经典，每天啊讲无量寿经，讲圣贤教诲，所以所有这些大臣啊都有熏习，都知道啊做事做官的本分，所以见和同解，意和同悦，口和无争，因为我们都是圣贤的学生，佛菩萨的学生，所以国家兴盛，也造了一个影响中国文化相当深远的书籍，就是《四库全书》啊，都是在那个盛世当中所产生的。所以清朝的盛啊，是因为重视中国文化，而清朝的败呢，败在啊不重视中国文化。清朝啊，自始至终啊没有出昏君呢，但是出现了一个女子，把她的国运啊败掉了，就是慈禧太后。可能是因为啊，慈禧太后呢在听经的时候啊，觉得这个老师啊怎么都是在讲我，越听啊越不舒服，就说你别讲了，通通都下来。后来啊，宫廷不讲经，人没有熏习以后啊，烦恼现前，名闻利养啊，贪嗔痴慢啊就出来，所以国运就衰败下来。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是因为啊不重视中国文化，所以国家民主啊才败下来。再来，我们再思考一下，文言文，废掉文言文的人呢、啊，有没有读文言文？有没有？有。所以从这里我们理解到，读多不一定有用啊。无德的话，越有能力，可能就是越大的祸患，会把它废掉啊。那他们是不是最大的罪魁祸首？是不是？不是啊，那是导火线的。他们呢，对文化不重视，然后呢，一喊以后啊，所有的人民呢，也起而呼应。这些人民为什么呼应？假如这一幕啊，搬到明朝海瑞那个时候，人能不能把文言文废掉？绝对不可能。你看这些好官都是读圣贤书才这么勤政爱民，他拥护中国文化都来不及了，哪有可能废掉？所以提倡废文言文的人啊，他只是一个缘，一个导火线而已，我们不能把责任啊推给他们。一般呢、啊，都会看到只是导火线，真正的因在哪？长期啊，读书人言行不一致啊，所以一般的人民慢慢的对读书人会不会尊敬？不尊敬，那一股怨气积累到某种程度，人家要高喊废掉文言文，才会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啊，文言文的废除，读书人啊要负最大的责任。所谓行有不得啊，反求诸己。所以我们现在有幸啊，也是接触到圣贤教诲，我们应该啊好好从自己的修身做起，让所有的人呢、啊，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经典教育，相信我们有这一份心呢、啊，也能够化这个颓废之势啊，
为兴旺的一个契机。好，这个是君臣有义。接下来，夫妇有别，这个别啊，也属于本分、职责。那当然，夫妻之间呢，要言而有信，不能海誓山盟，说变就变，这样就没有信用了。那除了言语要有信用啊，还要互相信任才行。那现在夫妻之间有没有信任？本来还有点信任啊，那这个太太啊，跟三五好友、三姑六婆一聊，每一个人都提醒他，你要小心你先生哦，他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本来还没有很紧张哈，越听怎么样，越紧张，听到最后都神经兮兮的，这样就会影响彼此的一个关系。所以我的母亲啊，对我父亲呢，没有管得很严，连啊薪水呢，只要我母亲赚到薪水，通通都拿给我父亲，从来不过问。那我父亲想，我太太这么信任我，我应该怎么样？要做得更好。所以我妈妈常说啊，我什么都不会。结果呢，所有的人都替他服务，不管钱啊，很清闲。那又不会开车啊，那就先生服务。所以呢，因为啊，夫妻彼此的信任，反而关系啊越来越好。所以啊，我们呢，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啊，在他们的夫妻之间呢，我们要多多提起彼此的道义啊，而不是呢讲一些怀疑、猜忌的话语，这样会造成啊人心不安。好，那自家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啊没有秘密。自家假如有秘密啊，每天在那里常来常去，对方知不知道？这种事叫自欺呀，欺人。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乐趣呢？虽然藏了一笔钱呢，可能到时候藏出癌症来都说不定，因为身心不开阔。所以人算呢，不如天算，我们还是要顺道而行。在古代有一则故事啊，很让人家动容，它也流露出啊夫妇之间的道义。在东汉光武帝时代，有一个大臣啊叫宋弘，这个宋弘啊非常有德行，在国家也当司空，是一个很大的官职。刚好正值光武帝的姐姐胡杨公主啊先生去世啊，心寡，所以胡杨公主跟光武帝在谈话的过程啊，就有意识啊想要啊嫁给宋弘，因为觉得宋弘呢非常有德行。那一般呢，皇宫贵戚啊下嫁，嫁给这个官员，这个官员马上变成皇亲国戚啊，而且又是皇上的什么姐夫啊。所以光武帝啊就跟宋弘啊叹叹口气，看他愿不愿意啊把原配放下来娶他的姐姐。一般人民啊都是希望能够攀到这种关系啊，结果宋弘啊听了以后呢，就对光武帝讲，他说啊，
贫贱之交不可弃呀、啊，糟糠之妻不下堂。这个糟糠之妻是形容啊，就是原配陪着我们啊，胼手之主一起创造家庭的这个太太，这个另外一半。那这个宋弘讲话也很有技巧。假如皇帝说你要不要娶我姐姐，宋弘马上跟他说糟糠之妻不下堂，皇帝会怎么样？哇，这么不给我面子。所以宋弘呢，他就讲皇上啊，贫贱之交不可弃。就皇帝一听呢，就提起了他的这个道义之心啊，接着才说糟糠之妻不下堂。所以这么一讲呢，皇帝也觉得呢有点不好意思啊，也不强他所难。所以虽然只是宋弘啊拒绝了这一桩婚事，他的影响面大不大？大，因为他是朝廷的大官。假如他娶了皇帝的姐姐，将造成整个朝廷不好的风气，而他这么样有道义啊，也震了整个朝廷的一种念情义的风气。相信啊，在那一段期间之内啊，所有的官员一定不敢啊把原配怎么样。假如休了，一定所有的舆论都怎么样攻击过去。所以确确实实读书人啊所做的每一件事啊，都是要为社会国家负责，不只是为当时候的社会国家，还要对往后的社会国家。所以这一些风范啊，都是无量功德。因为假如没有宋弘演出这样的好戏啊，那我们就没得啊学习效法。所以诸位同修，好戏不能让古人演，我们从今天以后啊，也要好好演。好，再下来，兄弟之间啊，要言而有信；兄弟之间啊，也要互相提携照顾。所以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个读书人叫陈慧，那他的女儿啊，没有留下姓名，所以史书上是写陈慧之女。刚好父母啊比较早去世了，留下两个弟弟啊，一个五岁，一个七岁，而他啊又已经到啊要出嫁的年龄了。那所有的亲朋好友啊，了解到他家庭的状况啊，对他们家的财富啊，就虎视眈眈。所以他当姐姐呢，体验到绝对不能啊离开他的弟弟，一定要好好把他抚养长大。所以他就下定决心啊，现在不嫁。啊，他也很有智慧啊，了解到这一些亲友啊，都在虎视眈眈，他就有一天呢，煮了很多啊好的菜，然后在门口啊点了蜡烛，点了火把，刚好这一些亲戚啊都走到他们家来看一看，他就很大方啊把他们找进来，来来来，不要客气哈、哦，来吃点东西。那当他对他这一些亲人越客气啊，他们越怎么样？越觉得啊惭愧啊，我们是来啊看看有什么下手之处啊，结果人家呢这么客气对待我们，这些亲人都说，我刚好哈、哦、走到这里哈、哦，我的蜡烛熄掉了，所以我是哈、哦、进来借一点蜡烛了，没有别的事。所以他善巧啊，好用一个圆融的态度呢，把这个危机啊解掉了。所以这些亲友啊，从此以后啊就没有到家里来骚扰，而且他们也感受到啊，他这一位姐姐啊
已经决心了、要好好啊拉拔这两个弟弟。后来两个弟弟都长大了，也成家立业啊，他才出嫁。那时候他已经啊45岁了。后来终身啊没生孩子，他的弟弟啊又把他接回来啊奉养到老。所以上天啊一定会啊垂爱这一些真正的、有道义之人。所以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我们要相当有信心，这样理得心安。接下来朋友之间也要言而有信，朋友之间也有相处的道义。在汉朝时候，有一个读书人叫张绍，他在太学里面、认识了另外一个朋友叫范氏。他们一起学习啊，一起成长。后来离开太学，他们就相约2年以后啊的某一天碰面。结果2年以后那一天，这个张绍啊就跟他母亲说：“我们2年前约好了，他今天一定会来，范氏一定会来，因为两个家庭啊相隔几百里。”所以他母亲呢就不相信，不过张绍很有信心啊，他说范氏啊是一个重承诺的人，一定会到。所以果然啊那一天呢范氏到了。所以朋友之间啊非常信任对方，所以朋友也要言而有信。好，那这一节课我们先上到这边，谢谢。